那么这个再加上其他的，那么这个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才有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台湾所谓的以佛光山呐、慈济功德会呀、法鼓山呐、等等吧为代表的，他们旗帜鲜明的是在太虚大师的旗帜下啊，推动这个人间佛教往前发展的这些个实践者、创新者、调实者，另外一个难处啊，我觉得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人间佛教的研究啊，遇到的瓶颈，也就是说我们在理论上怎么提升的问题，我们不能够做一个仅仅做一个历史的一个描述或者是一个表述。实际上，人间佛教有100年的历史啊，那么我个人呢也想了很多啊，因为结合着自己的研究，尤其是这些年呢比较注重于这个田野的问题啊。比如像台湾啊，我跟这个慈济功德会和佛光山呢关系稍微密切一些啊，有多年的这个交往。其实啊，每一次的跟他们的交流，平时也跟他们随时都有他们随时的一个联络，随时随刻随地都可以联络。另外一个，我自己也亲身的每次去看和访谈啊，也访谈他们相关的人啊，包括早期的啊，60年代参与的一些人，两个道场60年代参与的一些。老信徒啊，这个老法师啊，那么好像每一次都有一些新的想法。那么这一次呢，我想，这个人间佛教研究中心呢，请我来谈这个叫现代调适的话，我也把我最新的一些想法可以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交流啊。我这个 PPT 其实是一个很描述性的东西了。但是我可以结合这个，有些想法在这里面可以展示出来。为了节省时间呢，我们还是以这个，我们这个题目叫《人间佛教的现代调适》。那么谈到人间佛教的问题啊，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从太虚谈起？那么这一个，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清末民初的这个佛教界的一些状况啊，这方面呢，大家可能比较了解。你比如说这个。在杨文慧是近代佛教复兴运动的开创者啊，跟他相关联的就是梁启超啊、章太炎呐、苏曼殊啊等等，不管是杨文慧还是清末的也思想家和革命家、改良家啊，梁启超、章太炎啊，还有像谭嗣同他们对佛教。在观念层面上，要么就是觉得佛教需要革新，从制度上进行革新啊，从人才方面、从教育方面要培养很多的新型的人才。那么呢，需要佛教要适应时代，但是从佛教理论层面上，应该说还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想法啊。他们只是在为佛教证明，比如说章太炎他在日本的时候受到影响，他提出的佛教宣扬佛教是无神论。梁启超他强调，这个佛教有积极的，是自信的，是兼善的，这种信仰是强调符合于现代民主平等精神的啊。那么这一些，我们都可以看出来。你如果要是从太虚大师后来的表达，对人间佛教的表达来看的话，这些你都可以看作是人间佛教，因为它都是佛教。甚至包括在清末直接参加辛亥革命的啊，宗杨法师，也就是黄宗杨。那么他也提出来要革新佛教，因为他本身就是同盟会员呢，他跟孙中山的关系非常密切啊，他是支持孙中山的辛亥革命的，但是他在理论上面也没有提出一些新的想法，他也只是说要复古清规啊，新兴教育啊，才智剃度啊，格局复印呐、啊，以佛教增进国民道德啊，这些观念其实跟章太炎、苏曼殊啊、杨文慧他们其实都差不多的。那么，只有到了明初啊，1912年以后的太虚大师那里，才真正掀开了新的一页啊。所以呢，太虚大师在1912年啊4月份的这个三四月份的这个佛教协进会的成立大会上提出佛教革命三大主张啊，但是他系统的阐述是在1913年的1月啊，他的这个戒师傅。八指陀陀的追悼会上啊，在上海表达的，
但是他在佛教协进会上就已经提出了，现今后的佛教要多注意现身的问题，应用为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所以他后来说啊，人间佛教是表明并非教人离开人类去做神做鬼，或接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从这两段话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啊，太虚大师其实他并没有说，从佛陀那里一个佛法到他这里人间佛教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新的阐发，并没有，他只是说要把这个佛教应用于关注于现身，就是现代社会和人生的问题，而不是要大家都要关注于死后的问题，关注于出家的问题，而是要关注于现实社会、现实人生、现实世界的问题，而是要成为改良现代社会、改良现实人生、改善现代世界的这样一个佛教。这是他提出教理革命，或者提出人间佛教的最初的想法。也可以这么讲，他从来就没有改变这种想法。我们今天一谈到人间佛教，好像就觉得这个佛教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佛教理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啊。但是确确实实，太虚大师的这种提法，他跟清末的时候，杨文慧、梁启超、章太炎、苏曼殊、宗阳法师他们呢，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因为他们只是说佛教有用啊，佛教是能够适应时代，但是佛教到底如何适应时代，在这一点上，就是说应该适应时代，但是如何适应时代，可以这么讲，只有在太虚这里他提出来，才明确的提出来，啊，他要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要改善世界，其实啊，这是太虚大师关于人间佛教的最基本的理念。那么，太虚大师的这个人间佛教啊，这个提出来以后啊，大家知道，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其实来源于他的门徒啊，他的学生，曾经就学于闽南佛学院的应舜导师啊，就是石应舜啊。那么，我这里引了应舜很有名的一本书啊，《印度之佛教》，他在这本书里面呢，他的自序里面呢，说得非常清楚。其实啊，太虚大师提出教理革命，提出人间佛教为人生佛教，在很长时间内，在大陆的佛教界其实是有相当多的并不认可的，因为他们认为太虚大师的这个所谓的提倡人间佛教、人生佛教啊，其实是主要是要革新佛教，要实现佛教的革命啊，因为他的三大革命主张嘛，所以一提到革命，很多的佛教界一些长老。居士都是不欢喜的，所以太虚大师在早年呢，并不是，这是大家都清楚的啊。即使是他的同门欧阳靖无居士，也是不欢喜的。所以欧阳靖无在1917年前后，1914年啊，到1917年、1922年期间呢，筹备这个智囊陆学院的时候，其实啊，他本身既排斥完全出世、追求出世的出家的僧人，同时他也不希望进行一个完全的革新，像太虚大师一样的一个革新。那么这个，所以呢，应舜导师虽然他是太虚大师的学生，但是他其实也受佛教传统的影响，所以呢，他一直到抗战时期，也就1938年啊，那个时候在汉藏教理院的时期。他那个时候在汉藏教理院的时候，梁漱溟先生到山上来啊。大家知道，梁漱溟先生呢，明初啊，因为他研究佛教、信仰佛教啊，发表了《突缘觉尼论》啊，在《东方杂志》上，所以呢，被这个北京大学的校长啊，刚刚结任北京大学不久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聘为北大开讲佛学的讲师。但是梁漱溟进入了20年代以后，也就是说，信王运动以后，他逐渐的离开了佛教啊，他提倡新儒学，所以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学的开创者，最重要的人物。那么梁漱溟呢，在抗战时期，梁漱溟带着他为什么要
离开佛学，进入儒学了。最核心的问题，他认为佛学已经不能救中国。大家知道，这个近代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中国是一个救亡图存的时代。那么梁漱溟，他关心的是此时此地此人。那么他到了这个重庆汉藏教育院去以后啊，跟太虚大师啊，跟印顺导师他们交流的时候，他就提倡了：你佛教，你学佛如何解决此时此地此人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解决我们今天中国人的抗战救国的问题，能解决吗？那么这时候，这一问呢，也其实也击中了印顺导师当时的想法啊。他也觉得这个事情呢很难啊。那么呢，他自己啊，也在这个时候呢，开始研究印度佛教啊。所以呢，他从《正言爱恨经》里面呢，就读到了一句话，叫"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这一句，他突然醒悟了。他说："恰恰，这就是佛陀教导啊，佛陀在当时。"就是在人间成佛，在人间弘扬佛法啊，我们应该继承呢佛陀的这个传统，这是人间佛教的依据所在。于是他说喜极而泪啊，他非常高兴啊。然后他写完这本书以后啊，他在合江的法文学院写完这本书以后啊，他就专门呢交给这个请太虚大师来审读啊。那么太虚大师审读了以后啊，非常有意思。太虚大师说："佛法应于一切众生中特重人生，本为予所立倡，与人生佛教、人间佛教建设人间净土，人成直接大成，由人生发达向上渐进以至圆满，即为成佛等。"这一段话实际上，太虚大师在民国时期啊。他讲的人生佛教、人间佛教建设人间净土，由人成直接大成，而人生发达直接超圆满即成佛，这些话其实都是一个意思，跟他明初所表达的佛法必须面向现实社会、人生和世界是一个意思。但是太虚大师下面又说，圆佛法就应以十方气间，以一切众生业果相续的世间为第一基层。这是什么意思？就太虚大师讲啊，佛法，他佛陀阐扬的这个佛法的真理，不仅仅是针对人类的，他是针对一切有情界、一切气世间、一切众生的。它当然包括一些动植物的。那么呢，世间中的人间则是特胜的第二层，就是人确实是很特胜的、很殊胜的，但是我们方须有涅槃解脱之三层及普度有情之大乘。他说只有人才可以进入到三层和普度有情的大乘啊。他说这是人所以能够做到的，其他的有情世间可能很难做到的。所以他说你现在啊，仅仅是从他说你印顺的，你仅仅是从阿含经里面发现的这一句话，就强调佛陀只重视人而以人为本，这是落入了人本的狭隘。那么太虚大师啊，我们今天来想太虚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啊，我一个人呢、啊、我对太虚大师啊这30年研究，30多年研究这个现代佛教啊，近百年佛教，我对太虚大师其实差不多每两三年都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理解。以前也只是一个崇拜啊，觉得他革新啊，提倡人生佛教、人间佛教这么多了不起。实际上，太虚大师啊，他提出来的很多的说法，他是很合乎逻辑的啊。他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他是个革新者，他是个革命者，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说话不讲逻辑的啊。不讲，完全是缺乏一种只是重激情而不讲理性逻辑的，不是这样的。比如说他这样来批判印顺导师，其实是告诫印顺导师啊，我们对佛陀的教导啊要全面的去理解。但是佛陀的教导，正如太虚大师在很多篇讲话和论据里面强调的，要弃理弃机。当我们面对救亡图存的历史现实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特别需要它去面向现代社会、中国社会、现代中国人生和现代世界，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不能把佛陀的教法完全理解为只是针对人的，这是太虚大师啊，作为大师啊，他所强调的一点，并不，他跟厌世并不是矛盾的。很多人把这个理解为是相矛盾的，其实不是相矛盾的。那么在这一点上，我是觉得星云大师在很长时间呢，一直到晚年呢，我觉得他是继承了太虚大师的传统。那么大家知道，星云大师对，他也讲啊，佛教是以人为本的宗教啊，他引了《维摩诘经》，引了其他的经典啊，《阿含经》《坛经》啊，很多经典。那么他提倡，他说佛陀在各种经论中也一直强调，我是众中之一个啊，我们要成佛，必须在人道磨练修行，进入人道。才能成佛，在其他诸道中是无法成就佛道的。学佛的最终目标是成佛，但是要进去佛果的前阶却是做人，所谓人成即佛成，这是太虚大师的话，把人做好了，佛果也就完成了。所以如何健全人道是我们学佛的第一课题，这是他在人间佛教的建立里面呢，谈到了这一段话。我们回顾星云大师啊，他来台湾以后啊，最早在50年代呀、就写作《释迦牟尼传》啊。这个《释迦牟尼传》最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把佛陀当成一个人来写啊，所以就叫人间的佛陀。我们今天呢，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香港啊，大家谈人间的佛陀啊，佛陀在人间呢。司空见惯，但是真正的在广大的信众和社会界产生巨大影响，尤其在台湾地区，星云大师当年呢通俗易懂的《释迦牟尼传》，直到今天仍然还是经典啊。虽然它是一个通俗的著作，但是仍然，因为它是用一种通俗化的手法，就像星云大师在这个几十年的讲经弘法活动中，用非常多的故事。很简洁的语言啊，很生动的语言来讲解佛法，人间佛教一样啊。他的《释迦牟尼传》正是用这种方式，给我们阐释了一个真正的人间佛教，真正的人间佛陀。其实这一个贡献是非常大的啊。他也就是讲，我们每一个人其实跟佛陀一样，都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中生活的人，但是我们也应该像佛陀一样的，以佛陀为榜样，一步一步的。由人道的修行进道成佛，也这是完全可能的。所以星云大师他说佛教以人为本的宗教，它是契理契机的啊，它是有针对性的。所以他在晚年的时候，星云大师在晚年的时候专门出了一本书啊，它叫《人间佛教回陀回归佛陀本怀》。我拿到这本书啊，妙凡法师给了我这本书啊，我当时非常感动啊！我觉得呀、这是我理解的。我在理解太虚大师的时候啊，我就特别希望，现在健在的一些大师们呢，他们能够啊，用这样一种语言来表达，跟太虚大师其实是一样的意思。结果我看了这本书以后，我当时我确实有点激动，我觉得，好像这些大师们呢，他们好像心灵是相通的，虽然他们相隔了大半个多世纪，其实他们是相通的。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呢，星云大师他说人间佛教是佛陀的本怀，因为佛陀出生在人间，修行在人间，成道在人间，佛陀所说的教法都是为人间而说，如此不称为人间佛教，要说是六道众生中的哪一灯佛教才好呢？难道是要称畜生的佛教，还是地狱的佛教，阿修罗的佛教，恶鬼的佛教才好呢？才好吗？佛教其实确实是佛陀为人间而说的，所以现在我们谈说人间佛教，应该要从人间的佛陀说起。我们从佛教的史传记载可以知道，佛陀是人，不是神。佛陀是人不是神，其实也接通了清末章太炎先生强调佛教是无神论
这样一个传统啊，跟明初太虚大师强调，佛教要为现实社会人生改良、改善世界服务，其实这个传统，这恰恰这是一个闭环。在这一个层面上，我们来理解佛陀的教法，其实啊，并没有什么玄妙之处。我印象中啊，这个台湾的佛学大佬啊，我非常尊敬的长辈，这个南极富先生呢，曾经公开的讲，他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谈人间佛教，难道还有一个阴间佛教吗？佛教本来就是人间的，佛陀也在人间的向人来传道啊。所以呢，我们所理解的这个佛教，佛陀以来的教法就是人间佛教啊。也就是说，从居士界啊到僧切界，其实他们对佛陀的教法就是人间佛教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异性的。我下面再举香港和大陆的这个例子来看啊。大家可能知道啊，香港的觉光长老和永兴长老是香港佛教界的代表人物。那么觉光长老和永兴长老啊，他们都是地贤长老的弟子，的再传弟子啊，他是属于这个弘法学社的啊，这个传承的。大家知道，在民国时期啊，地贤长老、弘法学社与太虚大师的五常福音院、汉藏教理院、闽南福音院，是被称之为革新派和保守派的两大阵营，两大阵营的代表啊。那么觉光长老和永兴长老，他们能不能接受人间佛教呢？很有意思的是啊，我在2006年呢，这个在香港中文大学做客座教授的时候啊，我专门抽时间呢，去分别花了很多时间来多次拜访觉光长老和永兴长老啊。当时永兴长老身体非常不好，约了很多次，他每一次我跟他访谈的时候，跟他聊天交流的时候啊，他都中途都要休息一会儿。那么这两位长老啊，我觉得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我把我的当时的，其实关于他的这个他们两位的访谈呢，我都已经发表在我的著作出版的著作和当时的香港佛教上面，佛教月刊上面的2006年的。那么觉光长老当时说啊，觉光长老当时他是从宁波的关中市啊，后来38年跟着他的师公啊宝镜法师到香港弘法，后来宝镜法师把他留在香港。那么他自己啊说啊，他当时在弘法学社的时候啊，那是绝对的，弘法学社是绝对排斥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那么当年呢，弘法学社隔壁的这个关中寺啊，弘法学社隔壁的啊，这个是这个太虚大师的弟子啊，在那里弘扬人间佛教。他们经常在同一个隔壁能听到很多的年轻的僧人呢，在谈太虚大师要来宁波弘法的时候了，那么宁波的关中寺弘法学社呀，他们都很紧张啊。他们但是那年轻人，这个觉光长老说，他说他们作为年轻的僧人，因为那个时候他才10几岁，他说也很激动，他说很希望也能够听听呢、这个革新派大师的想法，但是当时不允许他们去听。但是他38年到了香港以后，那么呢，他很快啊就接受了香港，当时香港的佛教界啊，其实是以总魔法师啊、太虚大师他们的很多的弟子在香港弘扬人间佛教、人生佛教的问题。到40年代后期成立香港佛教会，觉光长老啊就完全进入到了与太虚大师在香港的一些弟子们啊，就是包括50年代初期、40年代末、50年代初期的啊，就是应顺长老啊。应顺长老在50年代初曾经担任过香港佛教会的会长。但是觉光那个时候的地位没那么高啊，实际上比觉光地位还高的还有祖摩法师啊，在港澳两地弘法，后来到马来西亚，57年到马来西亚去了。结果长老说啊，他说他到了香港以后啊，对佛教的理解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当时跟他开玩笑，我说你的真正的改变是不是因为40年代初期呀、当时香港沦陷了以后，你到广西的桂平接触了这个佛教革新运动的一些新的思想啊。他说，其实在香港的时候就已经受到很大的影响了。
所以他47年参与成立香港佛教会的时候，佛联会，后来叫佛联会的时候，他就已经，他说这个组织里面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追随太虚大师的。所以呢，他说啊，他在这访谈，他说太虚大师啊是从来人间的释迦牟尼佛啊，太虚大师是要佛教打开山门下山去为社会服务，为众生服务。佛教重在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不喜谈革命和革新，但这并不意味着佛教不与时俱进，恰恰相反，佛教要不断的适应社会，不断的革新发展。我当时还问觉光长老，我说那你为什么？在我很少看到你谈人间佛教了，觉光长老，我刚才念的这后面的这一段话啊，就是觉光长老讲的。他说啊，我们佛教啊，少谈什么革命啊、革新。他说啊，佛教界很多人还是很保守，我们一谈革新、革命呢、啊，很多人就会跑掉的，就觉得我们搞的不是佛教，我们可能在搞新兴宗教。所以呢，我们实际上是在继承太虚大师，实际上是在推动佛教不断的与时俱进、适应社会，不断的革新发展。但是我们不一定要用"人间佛教"这个词。那么永兴长老啊，他说的更直白一些啊，他跟觉光长老啊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他是很明确的谈人间佛教的。我这里引了他的原话，他说："人间佛教的道路不只是台湾佛教界在走，香港佛教界也在走，大家走的是同一条路。"这是佛教界唯一的出路啊！他说这是中国佛教界唯一的出路，大家可以想见啊，永兴是谈虚的门人啊。那么这个从觉光啊到永兴啊，那么香港佛教界其实香港和海外很多佛教界受东北三老的影响很大，尤其是谭旭大师影响很大。那么这个从他们两个这你可以看出来呀、啊，就是在保守派的阵营里面，其实也已经接受了人间佛教的这个看法。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呢，大陆的啊，藏不出啊，藏不出啊，我想呢，他的很多的论述，大家我相信大家都很理解啊，都很熟悉了。但是我要谈一谈这个背景啊，因为藏不出其实他在民国时期他是出生于这个太虚大师革新派相对立的另外一个保守派的阵营，也就是元婴长老啊和中国佛教会。那么元婴长老。那太虚大师本来在清末天童寺受戒的时候是拜的把兄弟的，但是后来他们两个人呢，在明初以后分道扬镳，这里面呢有很多的因素在里面起作用。但是我也写过一些文章啊，谈到他们两个人的关系的问题啊，结合当时佛教界在民国时期的发展啊，我一直认为啊，近代佛教到今天之所以能够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啊，尤其是以台湾地区为代表的，我觉得现代佛教100年呢，后50年最重要的成就是在台湾啊，在台湾地区啊。那么这个就是因为佛教始终有两股势力，一股是革新的势力，一股是相对保守的势力。我把它形容为啊，像一个车子的两轮，它是相互制约的。革新派势力跑得太快，这个车轮子会脱轨的。那么保守势力如果不动，拖后腿，那么也会受到革新派势力的带动啊。所以呢，近100年来啊，中国的现代佛教能有今天，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出来啊，我们现在在海峡两岸四地啊，我们的这个汉地佛教，就汉传佛教啊，基本上处在一个多元的状态啊。比如说香港，我们说香港的佛联会其实也就是三四个道场，但是香港的佛教道场有一二百个，真正参加香港佛联会的，而且长期参加他们活动的，其实只有几个道场。但是这并不影响香港的佛教的发展，这就是多元化的一个结果啊。有的人把认为是佛教界不团结啊，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还有台湾。在87年以后，解除党禁、报禁以后，中佛会边缘化。那么像佛光山、慈济、法鼓山、中台，其他的像这个，灵鹫山，他们纷纷的兴起。那么台湾几乎所有的道场都有自己的发展路线，这恰恰是现代佛教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而且每一个道场，你既可以选择保守，也可以选择革新、全新的啊，
也可以在保守和虔诚之间的。那么这一点上，恰恰我认为是现代佛教里面呢，就是有保守派和革新派啊相互作用啊相互作用的一个结果。所以呢，这个1983年中国佛教协会30年的纪念会上，少朴初啊首次提出大陆佛教要走人间佛教的道路，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当然，也只有他可以说，坦率地说，在50年代到70年代，由于太虚大师在民国时期啊，他跟蒋介石的私人关系，他支持国民党，他批评共产党，所以呢，在49年以后，在大陆是没有人敢谈太虚的。一谈到太虚，一谈到一，因为一谈到人间佛教，那就想到了太虚；一谈到太虚，就当然自然就想到人间佛教啊。但是呢，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这个报告里面，赵朴老没有提太虚的名字，但是他就明确的谈人间佛教思想，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说法。我觉得赵朴老啊，在跟共产党的合作几十年以后啊，有非常高的政治智慧。在大陆做事情呢，政治智慧是第一位的。你缺乏政治智慧，在大陆，你是很难，佛教界是很难求得，就是你的生存空间是非常有限的。我等会儿会提到这个净慧长老和少林寺，因为我觉得净慧长老和少林寺的永信法师啊，都是非常有政治智慧的人啊，所以我才觉得他们的这个模式啊是有意义的，是非常有意义的啊。所以呢，赵朴老在这里提到了人间佛教的时候，他就讲人间佛教就是五戒、十善、四世、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广大行愿。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的人间佛教其实就是佛陀的教法。你可以说我这个跟太虚没有关系，你也可以说我跟太虚有关系啊，反正你自己去理解去。所以他说，以人间为依止，持戒为方便，实践佛陀遗教，为佛弟子毕生修持之行愿。在我国佛教界，为发扬佛陀立身济世的精神，提倡以人为中心的人间佛教思想，他说实际上是来源于《真言含经》《大智度论》和这个《六祖坛经》。这种提法是非常高明的啊！没有谈一个太虚大师，也没有谈台湾，也没有谈星云大师，那么他完全是从佛陀的教法啊，与对改革开放改革初期的佛教的恢复有很重要的意义啊，必须打人间佛教这个旗帜，才能够真正使得佛教拨乱反正，才能使佛教能够恢复生机，而且也为后来89年以后或者87年，以后大陆佛教与台湾佛教、香港佛教能够进行交流，其实做了很重要的一个伏笔啊。打下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基础，一个思想基础，啊，如果大陆佛教不谈人间佛教的话，其实你很难跟星云大师、跟台湾佛教的很多能够搭得上，啊，能够接通得上。所以1987年他们在泰国，庆祝泰王60寿辰的时候，星云大师提出来啊，那个时候因为大陆和台湾的还没有直接的接触，这个在会下。这个星云大师回忆说，这个赵朴老啊，委托他的太太还是他的助理啊，给星云大师带话啊，希望到他的这个房间来啊，大家谈一谈。实际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是什么？就是人间佛教。事实上，在这个星云大师啊写这个人间佛教回托。回归佛陀本怀的这本书的序言里面，一开始，星云大师就是回忆这一段啊，回忆这个故事。他说他跟赵朴老之间的这种交流啊，其实他有一个共同的基础，都是为了弘扬人间佛教。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啊，当时啊谈得非常好，所以才有了要邀请1989年的4到6月份5、6月份呢，到大陆来访问考察，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契机啊！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浪费30年不一定怎么样啊。那么呢，这个赵朴老啊，他在大陆提出
人间佛教的最重要的七理七机，与大陆最重要的一个口号，还有标志性的口号就是，我们等会儿会提到的啊，就是叫庄严国土啊，利禄有情。那么在他之后啊，这个我等会儿会提到。那么在他之后，净慧长老也提出了觉悟人生、奉献人生。这个从庄严国土、利禄有情到觉悟人生、奉献人生，可能很多人不觉得，哎呀，这不就是四句话，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呢？啊，那么庄严国土，这个利禄有情，不就是从佛经里来演化出来的，改了一两个字而已吗？那么觉悟人奉献人生，不就是慈悲喜舍、智慧慈悲的一个另外一种表达吗？但实际上，这其实是两面旗帜啊。而且可以这么讲，觉悟人生和奉献人生是净慧长老在继承虚云长老的啊，虚云禅师的禅宗的传统，继承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传统，也继承和发扬赵朴初居士的这个庄严国土、利禄有情的这样一个传统基础之上而提出来的一个七理七机的实应当代中国佛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口号，叫觉悟人生、奉献人生。所以呢，他自己的解释，他说这是从释迦牟尼佛成佛的那一天开始就讲这个内容，这是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觉悟人生、奉献人生是人间佛教的表达啊，这个是他自己一再强调的。但是这人间佛教的表达并不是另外一套东西，也不仅仅是太虚大师提出来的一个东西的继承和发展，而是释迦牟尼佛从他开始成佛的那个时候所讲述的那个时候开始就是这样子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就是佛陀的教法，只是在当代的七理七机的一种表达。所以说，所谓觉悟，佛教叫智慧，有智慧才能觉悟人生；奉献，佛教的原话是慈悲，有慈悲才能奉献人生。觉悟人生的意思，就是以觉悟的心态。勤修戒定慧来直面人生，奉献人生的意思就是要熄灭贪嗔痴。贪心大的人、嗔心大的人、愚痴大的人，叫他来奉献人生，他做不了。觉悟人生就是要以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的精神来奉献人生。这就是他们对人间佛教的理解啊，在理解上面呢，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个我刚才提到啊。我对刚才啊这个人间佛教的这个说法啊，这个理解啊，这个概念，我做了一个梳理啊，举了几个例子，实际上是要说明啊，这太虚大师到当代的海峡两岸的啊，其实人间佛教已经不局限于革新佛教的啊教理革命的那个人间佛教、人生佛教啊，实际上从太虚大师本人谈教理革命。到当代海峡两岸三地的谈人间佛教，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就是佛陀的教法。佛法，佛陀的教法如何积极的面对现实社会、人生和世界，也就是他要解决此时此地此人的佛教的调适的问题。那么下面呢，我要介绍一下子，就是太虚大师的，就是说现代调适的问题。现代调适，当然了，太虚大师他们提出人生佛教、人间佛教，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其实就是现代调适的一个结果。刚才提到的这些个人物，代表性的人物啊，只是举了一些例子，还有很多很多人物。其实，在大陆、在两岸，很多不知名的法师、居士都谈到人间佛教啊。我们甚至提到了这个本焕长老啊。在他的这个本焕长老的这个弘法集里面呢，也都有人间佛教的提法啊。虽然我跟本焕长老这个打交道，尤其打交道的时候，没有听到他谈过人间佛教，但是也可能啊，他自己也认同人间佛教，因为呢，人间佛教就是佛陀的教法，他不可能不认同啊。如果把人间佛教仅仅理解为要革新佛教，佛教怎么革新？我相信。这一点上的话，他可能可以不谈，就像觉光长老一样的啊。但是他并不意味着佛教不能适应时代，不能适应现代的人和社会。所以太虚大师啊，多次提到，他说现代潮流所趋，政治与教化结构发生意外变动，
据匹见所及，是有研讨之必要。但佛法之流行于世间，以众生世界为一旨，故往往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今中国之政教既有时代之变迁，佛教一应随之而一变其往时之习惯，使人适应社会而生成发达。这里面大家要注意啊，这里面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佛教本身要适应时代啊，要适应时的适应社会，适应人生，佛教才能够发挥它的作用，才能够求得生存。另外一个，现代社会政治教化发生了改变，潮流所趋，现代社会也需要一个新的佛教啊，也需要一个适应时代的佛教。这是佛教，就是社会需要佛教，社会人生世界需要佛教，佛教需要社会人生和世界，这是一个相互的过程。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改变旧有的习惯。他没有用传统这个词，其实在太虚大师的很多讲话里面呢，经常用传统，但是他在这里用习惯。习惯是什么意思？就是习惯是可以改变的，佛教的传统是不可以改变的。这点上大家就是说，太虚大师用词是非常讲究的。我们以前总是觉得，所以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太虚大师很有激情的人，是不是有时候不太严谨？其实你经常去看太虚大师的著作，你反复去读他讲话其实是蛮严谨的。这里他用了习惯，没用传统这个词。如果说一改往时之传统，那这个事儿就大了啊。但是它是习惯，大家知道这个习惯呢，就是说它是有时代性的，它是有社会性的。那么太虚大师他讲怎么来适应时代呢？他说啊，六道四摄是一个纲领啊。六道四摄是什么呀？就是佛陀的教法嘛。他说从具体表现上说，出家的可做文化教育、慈善、布教。我非常强调啊，就是出家的可做文化教育、慈善、布教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好像两岸三地佛教界所做的事情都没有超出太虚大师所讲的这些内容。他说，在家的成为有组织的结缘三规、正信三规以及五戒十善居士，在家菩萨、农工商学、军政各部门都是应该做的工作，领导社会做利益人群的事业。六道四摄的精神就在个人的行为和为人类服务中表现出来，在社化大众的广泛事业上，在家菩萨什么工作都可以做，出家菩萨则做文化教育慈善。这就是后来太虚大师过世以后，这个慈航大师啊，从南洋到台湾之前，他发表在《人间佛教》的这个杂志上面，他总结太虚大师以来的现代佛教文化教育慈善是三大救命圈啊，就是从这儿来的啊。可以这么讲，整个民国的佛教其实都没有超出这个太虚大师所说的这个范围之内。太虚大师说，文化方面与图书馆、书报，在这一点上，在台湾的佛教界啊，只要在台湾的很多大大小小的寺院都有图书馆、图书室，都有报刊室啊，这个是太普遍的现象了。教育方面，与按照小、中、大学各级学校来办啊，也就是说，你要既佛学院也要办这种，社会上也要办这种，慈善方面为医院、慈幼院、养老院，资深方面工厂、农场、商店等都可以，佛教个人会谈取名义去办。大家知道这一点上，在大陆，比如说现在去商业化，大陆的教界是不允许办的。但是太虚大师当年他是提倡这样办的啊。我们今天来看台湾的佛教界啊，看看那个慈济功德会啊，慈济功德会的法师们呢，他们做这个食品厂啊，其实就是为了制氧啊，他们的蜡烛厂也是为了制氧，其实就是工厂。所以呢，这都是符合太虚大师当年所说的这个，是转移一般只谈佛教消极不办事的观念，即在个人行为中已处处显出信仰佛教，向来社会上做事的佛陀。大家都不肯承认自己信仰佛教，所以社会上人士就说学了佛不再做人做事，在家菩萨能够在每一事业上都表现出佛教徒的精神，社会人士自然对佛教生信仰，僧众的地位也因此提高。
自己的恭敬尚且来不及，哪里还会摧残佛教呢？真正的大乘佛教实行到民间去，佛教徒啊，我们佛教成为国家民族世界人类需要的精神养料，佛教当然就可以复兴。在这一点上啊，我相信每一个大陆的学者啊，到台湾去，第一次到台湾去，印象最深刻，会是在大陆见到第一次见到台湾来的法师居士，你会觉得非常的独特，尤其是出家的法师，尤其是女众法师，你会感觉到他有一种蓬勃的朝气啊，他不是那种好像那种我们想象中的传统社会上的那种尼姑的那种抬不起头的啊，在大陆多少年都不能提你是佛教徒的啊，你一谈到出家，那都是精神有问题、家里有问题、个人生活上有问题的才去出家的。那么你现在在台湾，没有人觉得他做佛教徒是一个不好的事情，甚至认为做佛教徒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是一件有社会地位的事情啊，是一件有素质的事情啊。大家一看看那个慈济功德会的啊，慈济基金会的每一个成员啊，他们在礼仪啊，佛光山也好，法鼓山也好，他们非常强调礼仪、待人接物，表达的是一种文明啊，是一种文明的象征，不仅仅是一种佛教信仰，更多的是一种现代文明，既有传统也是现代。我们来再来看看太虚大师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讲的这些话，是不是现在都已经印证啊？这就是现代乔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特别的地方。南京富先生呢，他说他强调啊，他说应顺导师啊谈的这些人间佛教，谈到人菩萨行，他说其实也是为了契合时代的啊。应顺本身他谈人间佛教里面本身也就是说他要对治此时此地此人的。但是呢，南极富先生说啊，他说印老的人间佛教会人菩萨行的主张，依我看其实是复古，不是创新。他反唐宋以来的中国传统，企图恢复印度大乘菩萨行的原本意气。这是什么意思？这其实也是回归佛陀本华的意思。也就是说，他说印顺导师提倡人菩萨行，其实就是佛陀以来的，就是佛陀的本华，其实就是佛陀的教法。其实就这意思，其实是复古，不是创新，也就是说不是一个新兴的宗教，不是一个新的思想，而就是佛教本身的佛陀本身的教法啊。所以他说，应顺以佛教经过长时间的不同地区的流传，产生了很多为适应新时代、新环境而有的改变。但是在这些改变当中，有一些是合乎佛法原理的发展，有一些是背离佛法原理的过度的实验。在佛教思想发展史上，应顺导师他重视的是原始佛法及初期大乘思想，啊，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啊。所以呢，他批评空有如来藏，尤其是批评如来藏系啊，说这个偏离了，按照他的说法的话，就偏离了佛陀的教法。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他为什么要重视原始佛法？他从《真言含经》里面发现了这样一个祝福，在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其实他也是回归佛陀的本怀。也就是说，应顺导师他讲的人间佛教也是适应今天的一种佛陀教法的现实七理七机的表达，也就是一种现代调试。所以呢，我刚才提到就是赵普老啊，以他的代表就是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啊，他说人家佛教的人间尽头的思想含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啊，非常有意思。你看他的这个政治智慧非常的发达啊，佛教徒对社会主义事业应当具有极大的信心和责任感。佛教的教义告诉我们，佛教徒要报国土恩，报众生恩，要以庄严国土利禄有情为己任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大陆一再强调，就是所谓的爱国爱教。佛经上说，一切自身事业习事佛道，我们的先辈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历史上我们佛教徒在农事耕作、造林护林、造桥修路以及保护历史文化文物等方面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这就是赵普老所开创的改革开放以后的所谓的庄严国土利禄有情的，这是他的口号。但是他这个口号归结到一个词，就是叫做爱国爱教。这个爱国爱教其实觉悟人生、奉献人生仍然还是表达爱国爱教的，仍然还是在这个观念上啊。这就是一个契理契机的，就是契合大陆的调试大陆的啊这个政治社会的情况的一个提法啊。所以呢，这个觉悟人生、奉献人生的这个净慧长老啊，他说觉悟人、奉献人生是我提倡生活禅的根本宗旨啊，因为他是禅宗啊，他是虚云和尚的这一系，
但是他这个禅宗是要建立在人间佛教的这个基础之上的禅宗，所以他说生活禅要求我们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在生活中修行就是要我们时时刻刻的以觉悟的心态面对人生，勤修戒定慧三学，以落实觉悟人生的宗旨。在修行中生活就是要求我们在待人接物过程中落实感恩分享结缘的理念，熄灭贪嗔痴，来落实奉献人生的宗旨。所以他说要用在一切方面，用在家庭，用在单位，用在社会，用在家庭要使家庭和睦，用在单位要搞好人际关系，用在社会要真正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你看看这个，其实他们谈的都是一个意思，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用不同的表达形式啊。他是用禅宗的这种表达形式，把生活禅跟人间佛教相结合，来提到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那在你的个人、家庭、社会啊，都要落实觉悟人生、奉献人生啊。所以呢，下面呢，那么从这一个他们对调时、现在调时的这个理解啊，我这个。谈一下，就是后面举一些个例子来跟大家交流一下啊。这上面的话，我相信大家可能有很多的想法啊。比如说，我提出来这个佛光山模式，佛光山模式等会儿会有专门的呀，有慈济功德会模式啊，有法鼓山模式，那么这个有中台模式，有生活禅模式，有少林寺模式，当然还有其他的模式，下面呢会有这个。我们也可以这么讲啊，近代的居士佛教啊，近代以来的居士佛教啊，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从杨文慧在清末开创喜欢金色开始啊，喜欢金色寄收出家的僧人啊，像太虚大师啊、慧明法师啊，那么也收在家的居士，像欧阳靖甫啊。王恩阳他们，欧阳靖武啊，王恩阳是欧阳靖武的弟子。那么这里面呢，所以后来啊，影响了整个民国以后的佛教。所以呢，这个欧阳靖武居士的最重要的贡献啊，当然除了他帮忙维系在民国时期维系啊这个金陵刻经处之外，很重要的就是1922年创办了自老类学院啊。这个是自老类学院以后啊。这个是南京，这是南京的，因为我们没有找到南京的自然类学院的这个那个当时的那个牌子啊，这是当时的这个弄的，我不知道怎么弄出这个牌子来的，这个我就只好把这个放在上面给大家一个参考。那么自然类学院在创办的时候，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不要培养啊那个出家的啊求出家的啊僧人。所以呢1917年太虚大师从北京讲经呢路过南京去看望他的师兄弟啊欧阳靖武的时候，发现了当时啊欧阳靖武所写的这个自老类学院的那个宗旨啊，就是那个自老类学院的文件的那个宗旨啊，第一句话太虚大师当时非常不高兴啊，他说你这不是排挤和尚吗啊，好像你们就只能培养居士，好像只有居士可以居士佛法啊，好像那个僧人就已经跟佛法没有关系了，就要被剔除掉了。所以这也是促使太虚大师后来为什么办五常佛学院的一个很重要的促使的因素啊。所以呢1922年在南京和武昌同时新办，几乎是同时新办的影响20世纪中国佛教的两大佛学院，一个是自然类学院一个是武昌佛学院。那么呢这个应该说欧阳靖武，另外他们欧阳靖武办的类学这个刊物，还办了这个藏药啊，印了很多的经典的，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那么这个当然到今天为止啊，我们也没有，当然可惜的是大陆没有继承下来。那么如果说继承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在台湾啊那些居士佛教可以说做了，在大陆啊应该说在这一方面来说，居士办佛学院的这个传统是没有继承下来的，是不可能的。那另外一个叫台湾的居士界里面影响特别大的就是李本南先生的台中莲社啊，他的这个弘法模式啊。李本南先生呢，这个非常有意思，他其实啊，他早年呢，他20年代的时候啊，1920年的时候啊，他是一个典狱长，就是管监狱的，
但是呢，这个杨文慧有一个很重要的弟子梅光熙啊，在山东啊，到检察院啊当检察长啊，所以呢，他那个时候他们是一个政法系统的嘛啊，那么他就是说才开始跟梅光熙学佛，后来呀、啊，他到这个苏州去拜会啊，因为他看到红画社翻译了很多的书，他后来到苏州去拜访啊印光法师啊，那么呢，他深受印光的影响。三十年代呀、啊，这个他陪同孔子的后人呢，到重庆啊，到那个时候重庆是陪都嘛，迁都到重庆啊，他作为秘书长啊。那么他在那里呢认识了太虚大师，他说啊，他很早就读《海潮音》杂志，他一看到太虚大师在那里啊有很多的活动，他就自然而然的去自告奋勇的去参与太虚大师的这个佛教的讲经弘法的活动。那么太虚大师啊也委托他到监狱弘法，他说你不是原来负责监狱的吗？那你应该到监狱去弘法呀。所以呢，他多次受太虚大师的委托到监狱去弘法。所以太虚大师后来在47年呢往生以后，尤其是他专门写了纪念太虚大师的文章。后来到了50年代，台湾地区纪念太虚大师，逢五逢十都纪念太虚大师的时候，太虚大师的时候，他也写了很多纪念的文章。所以他后来在台中啊办图书馆的时候啊，叫太虚图书馆，这个台湾的朋友都很清楚了。那他后来啊，他是作为一个中医师，他后来在台湾呢。在中医啊办中医诊所，就是做慈善事业，然后又办图书阅览室。50年开始啊，他就跟人一起合作办台中佛教联社啊，然后到监狱去弘法，尤其是到家庭，到各个家庭居士家庭里面去弘法啊，先后成立了桃园佛教联社、屏东念佛堂，以及在台中、台南地区成立了很多部教所、念佛会。在整个台湾地区的居士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应该说他是居士界当时影响最大的人物。57年他又新办了台湾第一所佛教图书馆，叫私立慈光图书馆。60年代的时候，他又成立了台中地区佛教界第一个现代化的佛教菩提医院，这是现代化的菩提医院，影响也蛮大的。继之又在医院基础上成立了菩提救济院，后来他又成立了内典班，就是佛学班，培养弘法人才，既有居士来学习，也有僧众来学习。后来他又创办了明伦月刊、明伦月刊、青年出版社，又委托印经会，又还有台中佛经聚收与仪会等文化机构。大家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他有文化的，有教育的，有慈善的。也就是说，他所做的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当年太虚大师所指引的这个方向。我们不敢说当时他见了太虚大师，太虚大师很具体说你应该以后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我相信应该太虚大师不会这么去具体去指导他的。但是他既然长期阅读太虚大师主编的这个《海潮音》杂志，那么我相信他之所以能做出后来的这些事业，而不仅仅在居士界带领大家念佛，而是办了很多的图书、文化、教育、慈善这些事业，我相信这是跟太虚大师是有关联性的。所以这个我特意把这个太虚大师给他提的字啊，这个放在这里。那么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就是小云法师。小云法师在台湾，当然呢，他因为他90年代初期，成立华梵工学院，后来改为华梵大学，是台湾佛教界办的第一所大学，非常了不得的。这个佛教办大学是太虚大师的一个理想。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慈济大学啊，佛光山办的大学，佛光大学啊，这个其他的大学啊，那么这个实际上真正的大学是小云法师。那小云法师他跟人间佛教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小云法师早年信仰佛教当然是在香港啊，在香港广东地区啊，他后来也拜了很多的法师啊，那么他跟这个香港的后来当然对他比较有影响的就是香港时期的谭旭大师。
但是呢，他跟佐摩法师他们呢，都是在绘画艺术这方面呢，都曾经跟随岭南画派的宗师高剑父先生。高剑父，那高剑父是佛教徒。那么呢，这个高剑父当然是辛亥革命老人呢，他本身就是佛教革新思想。那么佐摩法师太虚大师的重要弟子之一了。那么他在香港、澳门地区，弘扬佛法啊，提倡人间佛教、人生佛教。那他当时是被觉光长老啊，明确的说，港澳弘法第一人。我记得觉光长老跟我讲，他说他私下里开玩笑跟我讲，他说这个那佐摩法师当时是港澳弘法第一人，也就是说从1938年佐摩法师到香港，一直到他1957年、56年离开香港，没有人在香港地区的弘扬佛教，没有人在佐摩法师之上。我当时跟一个朋友开玩笑，我说如果佐摩法师没有去南洋的话，估计香港佛教就没有觉光长老什么事儿了。这也可以说明了当时啊，香港佛教界啊，更何况啊，49年以后啊，这个应逊长老也到了，应逊导师也到了香港啊。他50年的中后期才去了台湾啊。那么小圆的法师到了台湾以后啊，他首先当然受聘了中国文化大学啊，当研究所长，因为他懂艺术，他懂绘画啊，他弘扬中国文化。但是他一直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愿，他想实现觉知教育，想办大学，想办教育。所以呢，他这个办教育的这个理念最后得到实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呢，这个华东大学到现在为止还在。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也刺激了其他的生界，尤其是像佛光山，我相信对其他的佛教界是有很多的带动的作用的啊。像佛光山办大学不一定是受他的影响，但是是应该有带动作用的，因为他毕竟是第一个。那么法鼓山，这个我想不用多说了，这大家知道，这个法鼓山呢，他这个圣严法师本身就是一个很传奇式的人物，很了不起的人物。他往生之前呢，要建立法鼓宗啊，他叫承前启后的中华禅法鼓宗啊。那么他中华禅法鼓宗，他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另外一个，他很早就想筹办法鼓大学啊，现在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这个法鼓文理学院，总算开办了啊。那么我们去过法鼓山的人都会了解，法鼓山有两个很重要的特色啊，一个是禅修一个是它的佛教的学术，一个国际化的佛教的学术啊，这点上是非常突出的啊。到现在为止，它的这个佛教研究所啊，佛学研究所、佛研所啊，都是一流的，都是国际一流的水平。那么这个，我们如果是追踪于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的这个传承的话，你可以看出来啊，也就是说他是在教育和禅修这两个方面做出了很重要的、很杰出的贡献。这应该可以看成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模式啊。这就是他啊，你去个法鼓山的禅堂的话，都会震惊了啊。这种环境简直太有意思了啊！它不是跟外界隔绝，而是跟外界打通啊，跟自然合一，完全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啊。这叫做法鼓山青年卓越啊，禅修营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慈济功德会，慈济模式。那么这个慈济功德会呀，那么这个我们也不用多说了啊，因为呢，这个证严上人呢和慈济宗门呢，也是他们很有意思的提出了。他们最有名的就是四大志业、八大脚印，就是慈善、医疗、教育文、人文的志业，后来发展为国策专政、环境保护、小区自工、海外赈灾，这个他们有很多的宣传，也有很多的这个作品出来啊。那么从早期的竹筒射月，到后来他们做主要是做慈善，所以呢，我们今天所看到慈济功德会是僧团，慈济慈善基金会才是它的主体。那么这个慈善基金会，它就是以做慈善、公益慈善为主的，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从竹筒射月开始啊，六七年、16年、67年的竹筒射月开始。但是呢，在慈济慈善基金会的基础之上，又拓展为办慈济大学、办慈济医院，啊，办慈济人文，因为它有出版社、有杂志社、有电视台，还有它的国策专政。
那么他的很多的口号都非常有名，以人为本，以病为师。我觉得这幅最有名的就是"教父济贫，济贫教父"啊，通过教父来济贫，在济贫过程中来受到亲身的教育啊。那么这里面用鼓掌的双手做环保，让垃圾变黄金，黄金变爱心，这个实际有很多的这个用大陆叫口号，实际上也就是他的这个标志性的语言啊。这些如果大家都要去有人去参与的话，我相信你们会有很多很深切的体会啊。我是都参与过来的啊，有的去过好多次的，尤其是他的这个慈济志工做环保啊。这个另外一个福光山啊，上次我谈福光中的时候啊，有很多人提出来有意见啊。当然了，福光山本身呢，这个也不愿意，现在也不愿意，大师诸佛大师啊，他现在也不愿意谈福光中的事情，但是他们谈佛光学啊。因为宗派的问题，我会在6月3号的一次讲座里面我会单独谈啊，现在佛教的宗派问题啊。我认为至少有一个佛光山模式啊，这点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佛光山模式不仅在它的教坛、僧坛和教坛上有独特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佛光山明确的提出来，以弘扬人间佛教为中锋，以树立文化、弘扬佛法、教育培养人才、慈善福利社会、共修净化人心啊，大家可以看出来啊，这就是太虚大师当年提出来的四个方面啊。共修净化人心就是布教啊，文化、教育、慈善、布教，就是僧坛这个层面上的。那么福光中的特色，最重要的就是集体创作、制度领导、非福不作、唯法所依，这个就是非常，这是非常有现代性的啊，这是一个非常能够适应时代的。我刚才忘了提到了，就是说慈济功德会有它的这个慈济十诫，慈济十诫里面在开始的时候，在台湾地区有很多人呢，采取一种不屑的态度，认为什么要遵守法律呀，要遵守交通规则呀，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意啊。但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做学术的，也不能对教界里面做的事情说这个不好啊，那个不应该啊，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啊，我们只能说，这个东西作为我们的一个研究对象，它有没有时代价值。那么今天我们来看这个遵守交通规则啊，这个遵守国家的法律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佛教徒也是公民，那么如果把我们这个把这些社会的规范灌注到僧坛和教坛的建设里面，作为清规、门规，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我们今天来看，有它的先进性啊，也就是说当时顶住了很大的压力，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事情。那么福光山他强调集体创作、制度领导、非福不作、唯法所依，其实这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他实际上就是回归佛陀本我，怎么来能，因为为什么呀，因为佛陀早期就是僧坛的，就是僧坛呢，佛陀当年就是僧坛制啊，共住制啊，佛陀只是导师，他不是领导人的，对不对？非佛不作，这个佛不是说佛陀的，仅仅是指佛陀的意思啊，其实就是说，就佛法是三宝的这个佛啊，唯法所依，就是要按照佛陀的教法为依归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来看呢，这种对于福光山僧坛和国际福光会、中华福光会啊，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他的这个弘法的模式，大家知道，这个规模最大的就是这样的啊。就是福光山僧坛，我觉得这就是他的文化和僧坛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啊，我曾经跟福光山的法师啊开个玩笑说啊，我说信愿大师现在很健康啊，对福光山，对现代当代中国佛教是一个很大的福报啊，不仅仅是对福光山是一个很大的福报，对于现代中国佛教史，对现代中国人都是一个很大的福报啊。如果从福光山来讲，坦率的说，我相信很多人早期上福光山，或者是我们大陆的啊，90年代第一次去福光山，都会觉得福光山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大雄宝殿呢，这个就是现在的僧人啊，福光山的僧坛所住的那个地方。我们绝对没有想到还有佛陀纪念馆啊，还有这个长寿楼啊，
我们绝对没有想到。要知道，这个佛陀纪念馆是星云大师80岁以后开创的，而藏书楼是星云大师90岁以后开创的，90岁左右开创的啊，90岁以后开创的，也就是前两年才落成的啊，前几年才落成的啊。那么，这恰恰是什么呀？代表着佛法身啊，佛陀纪念馆就是佛啊，佛陀啊，供奉佛陀的，法就是藏经楼啊，对吧？放在中间的藏经楼啊，身就是现在的老的佛光山，就是现在的大雄宝殿这一片啊，就是佛光的大殿的这一片，这恰恰就完成了佛光山弘扬佛法僧三宝啊，继承佛法僧三宝的这样一个传统，而且这佛法僧三宝也恰恰体现了文化、教育、慈善、弘法这样一个太虚大师所开创的这个现代佛教的理念啊，所以呢，他的僧团既是他的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佛陀纪念馆，它就是一个非常文化性的、非常文化性的啊。大家知道，每天接待大量的这个游客啊。另外一个把中华领域里面的啊，包括东南亚地区的、台湾地区的、大陆地区的各路神仙、各路鬼神。崇拜啊，各种的这个信仰崇拜都集中在一起，每年搞一次聚会。如果不是疫情的话，我相信这个一直会坚持下来的，这非常有意思啊。这是什么呀？这不是要收编大家，而是什么呀？共同振兴中华文化，给大家共襄和谐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啊。这就是佛法僧的弘扬佛教一个很现代的意义，很现代的意义。就是佛光会啊，国际佛光会是了不得的事情啊！我相信如果大家参与这个场合的话，会很震撼。这是叫做教堂。另外一个，它的文化事业啊，就是这个它的佛光大藏经，它的佛教这个图书啊，佛教美术大词典啊，还有佛光大词典啊。另外一个就是佛光山开山的第一座啊，就是东方佛教学院啊，它是以佛教教育，在佛学教育基础之上扩展为现在已经在美国、台湾地区，就是澳洲地区和南洋地区啊，建立了6所普通的大学啊，高等学校。也就是说，这样一种弘法的模式，可以这么讲，是太虚大师提出人间佛教革新现代佛教、振兴现代佛教以来的啊。推向了一个鼎盛的高潮。那么大陆的佛教啊，我觉得我刚才也提到了，这个1983年中国佛教30年，中国佛教协会30年的时候，赵普老啊，非常有政治智慧的啊，提出了要以人间佛教为旗帜，爱国爱教啊，你要想爱国爱教，你要想庄严国土、利落有情，必须以人间佛教为旗帜，弘扬人间佛教。那么这样的话就接通了从1949年以后到了台湾的这个人间佛教的传统。那么这个人间佛教的传统，在大台湾的代表经常到大陆来的就是星云大师，所以我认为他是两岸人间佛教的旗手。所以呢，另外一个就是这些旗手有很多了，对吧？在香港呢有觉光长老他们啊，在大陆的当然在赵普老之后有净慧长老，还有很多其他的法师在内的。那么我们不能不谈到啊，这个生活禅模式。我曾经在一个纪念净慧长老的一个访谈里面呢，我谈到的一段话，后来没有发表啊，没有登出来。我的那个意思是说，生活禅就是赵普老，他非常支持生活禅夏令营。那么这个生活禅主办，百天禅寺主办第一次生活禅的时候，生活禅夏令营的时候，赵普老本来是想参加的啊，但是后来因为身体的原因他没有参加，但是他专门派当时的佛教文化研究所吴立明先生带他来念了他的这个一封贺信啊，一个贺词啊，这就是他的贺词。同时他专门为生活禅夏令营写了题词。这是什么意思？这也就是说，生活禅夏令营是我造不出，肯定支持，毫无疑问的啊，
这就叫尚方宝剑，以他的政治智慧。而晋惠长老啊，也大家知道，晋惠长老在改革开放以后啊，还没有恢复升级的时候，就到了中国佛教协会啊，法英啊，当时不叫法英编辑部啊，就帮助赵普老负责一些文化和期刊的工作，一直到2000年以后啊，完全离开啊，政府协，实际上也就是赵普老1999年，实际上他跟赵普老在改革开放以后啊，跟赵普老跟随赵普老几十年。几乎都是在天天在一起相处的，他们有许多的字条和来往啊。那么赵普老就是清源大师到大陆来负责接待的人，第一个赵普老就是委托晋惠长老，这可以看出来晋惠长老是非常有意思的安排的啊，绝对不是好像临时安排的，或者是找不到别的人的，因为当时多的是啊。那么一直到后来啊，那么这个信云模式的人间佛教这个提法，就是晋惠长老在陪同信云大师在大陆参观考察的时候，在从重庆到武汉的船上面啊，应信云大师应当时的爵士的邀请啊，当时的这个佛光山的刊物的邀请呢，他写一篇文章里面呢，在这篇文章里面专门提出来的。那么他自己呀，也多次提到过，他受星云大师佛光山弘法的启迪非常大啊。那么这一点上可以这么讲，也接通了1993年百年禅寺的生活禅夏令营啊。所以呢，这个赵普老啊，他教禅呢，参禅必须学会生活。生活在禅中，在禅中生活，在生活中了生死，了生死中生活，这是出世出世缘由修正的。一个没有觉悟的人，他生活的心境常常是烦恼的，生活的心路往往是困惑的啊。大家我这里不用念了。然后他后面很有意思，他说参加了生活禅夏令营，对于中青年来说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提出啊，邓小平提出来有要培养世有新人，因为当时的生活禅下面主要是年轻人的，所以他说啊，对中青年人来说啊，对于培养自己成为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世有人才很有造诣，这就叫政治智慧。他说啊，参加这个生活禅夏令营，还有利于你们能够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世有人才啊，多好的事儿啊！这就叫政治智慧。什么叫政治智慧啊？所以他说我祝你们呢、圆满成功，禅悦人心，法喜充满啊。他没有说你来参加夏令营就一定变成佛教徒，他是说你有利于你在大陆的年轻人也有好处啊。你跟当前呢，我们邓小平所提倡的啊，党中央所提倡的世有新人呢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有利有促进的作用啊。这是他的原话了，这不是我编出来的。而且他这个生活在禅宗，在禅宗生活，其实就是后来晋惠长老一再提到的生活禅的一个很重要的指导思想。所以呢，这个我认为啊，就这次活动，晋惠长老自己在生活禅开营的讲话里面就写得很清楚。他说，中国佛教协会赵博士会长本来要亲临指导，来看望来自全国参加夏令营的教友们。由于他身体欠佳没有来，但是赵博老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受鼓舞、受启发、受教育的获旨。我们谨祝赵博老身体健康，久住世间，为佛教事业做掌舵人。掌舵人实际上也就是作为生活禅的掌舵人呢，大家要学会这个。我觉得晋惠长老啊，大家现在来看晋惠长老是我当时讲的话和他留下来的这些一个法宝啊，他充满了政治智慧，我们现在很缺乏这样的人呢。我觉得他这个政治智慧一方面跟他的这个人生的经历啊这个50年代60年代以后的这个经历有关系，同时也跟他改革开放以后啊，长期追随赵普老，在赵普老身边工作，耳语莫远，耳提面命，有很直接的关系。所以呢，我曾经在一次访谈里面我说，晋惠长老其实是赵普老在深界，赵普老弘法立身在深界的一个延伸，最直接的延伸，可以说是直接的延伸。也就是说，赵普老想做的事情，因为处于居士的身份，出于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他是不能做的。但是晋惠长老给他做出来的，
而且做出的非常出色，创造性的啊，有创造性的做出来。这个大乘佛教的精神就是无私奉献，庄严国土，利禄有情。看到没有？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完全全的把觉悟人生、奉献人生一开始就提出来，而是什么呀？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禅呢，其实就是大乘佛法的精神，就是无私奉献，就是庄严国土，利禄有情，就是要关怀人生、发达人生的人间佛教的精神啊。然后建立人间净土，要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建设做出贡献，所以呢，生活禅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特色，所以他现在就说，我们这个学禅呢，不是逃避人生，而是要关怀人生、觉悟人生、奉献人生。所以，我们生活禅呢这样做，就是要易于被现代社会忙碌的人所接受，使佛法能够以新的面貌参与精神文明建设，发挥应有的效益。因为你物质文明建设你参与不了，这叫什么呀？参与精神文明建设。因为在9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啊，你在提倡什么呀？物质文明建设和新精神文明建设，这就是他很智慧、很有智慧的一点。所以呢，我用了这个图片来看看，这就叫传承，在大陆的传承。他1999年过世以后，2000年开始，净慧长老开始开创生活禅，新的人间佛教的模式，在大陆的最成功的一个模式，这非常了不起的，可以这么讲，这是，法身慧命的一种遗产啊，所以生活禅这是首届生活禅夏令营，当时的比较简陋，搭了一个棚子啊，因为那个时候的白帝城还没修起来啊，这是这几个字都是少婆老提的，这就是尚方宝剑了啊，这几个人就不用我介绍了啊，这个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啊，这是蒲成新，他曾经演过弘一大师啊。这个他有个对话，可惜的是在网上就是点不开的，现在我们的网已经受到很多控制了。他说放下所谓的境界，回到原本去想，人生才有意义。所以他参加夏令营以后啊，叫做法喜充满，找到了人生的意义。所以净慧长老的这个生活禅夏令营呢，这个我就不再做介绍了啊。那么传印长老真的有一个在悼念净慧长老的时候，有一个文章的标题叫人间佛教的生活禅模式，他说这是继承了人间佛教思想的同时，紧扣居佛出世的本怀啊。然后在中国大陆佛教向何处去的问题上，生活禅模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啊，也就是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他也没有说大陆一定都要走这条路，他只是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那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启发，给我们提供了范例。他说这个依七里七迹的精神，慧根老和尚的生活禅理念，或为汉传佛教的未来发展再开启一段生机和光明。这就是前一任的佛教协会会长所提出来的。少林寺模式我简要地 说几句，因为少林寺争议很多，我相信在大陆，在学者里面大概我是唯一的从前到后一直支持少林寺的，因为我对少林寺一直有信心啊。我跟少林寺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交情，只是跟他见过几次面，做过几次访谈，有一点点交流。但是呢，看少林寺的有很多的一个表现啊，我们看少林寺有几个，少林寺模式里面有几个重要的传，这是永信法师提出来的。有一点，最后一点是我跟他总结的，恢复传统，延续传承，拓展空间啊，因为他是禅的传承非常重要，在保护中交流，在交流中传承，在对话中弘扬少林文化价值，保护少林文化传承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以少林禅文化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所以少林寺，所以他这里这些都是永信法师的原话，他要恢复少林寺僧团，就是什么呀？少林寺有这个少林拳的传统，他禅修的传统啊，这是他很重要的。现在已经走遍了5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至国王，下至当地的居民，各个职业阶层、性别、年龄，乃至语言，他们都想去参与啊。所以他们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他说：“我从1994年开始提出了武术禅，2001年向联合国组织申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少林功夫已经成为世界的符号啊，大家。”到个美国，到个欧洲就知道功夫，少林功夫都是指少林功夫啊。所以少林僧团以武参禅，以禅引武的修行方式，
实现了对佛教生命奥义和禅宗智慧认识的实践活动，禅五合一的少林功夫是人类进行对话和伟大创造力的见证。所以他说这个在全球化商业化的道潮中，30年呢，少林寺秉承慈悲理解忍辱包容的佛教精神，积极回应现实，让宗教文化传承更多的展示出当代人类的价值，借此使宗教活动环境与机制持续得到改善。这就是他的这个很多所做的这些事情啊。他在全世界成立了几十个国家啊，成立了很多的这个少林文化中心啊，通过少林传来传播少林禅文化，其实就是传播少林文化。然后他多次啊，无数次的邀请到世界各地去带领少林五僧团啊，去传播少林文化。他也到很多的大学，包括美国的很多著名的大学、欧洲的著名的大学去演讲。那么这是他的这个俄罗斯的少林功夫学校啊，到这里来拜师傅啊。他就跟他讲慈悲开示，他说人有国界之分的，但热爱和平、追求幸福的愿望都是一样的，所以要有慈悲心、平等心去对待他人，以发扬少林精神、传播少林文化为己任，为人类和平贡献出各自的力量。这是对俄罗斯的这一帮少林弟子讲的哦。啊，另外少林寺在2009年呢，主办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系列的少林禅宗中国少林问禅白日峰会啊，请了国内外的很多的著名学者，唐禹介先生、方立天先生、黄兴川先生、陈方正先生等等，后来出了3本书啊，这些讲演集出了3本书啊。少林寺还有他的少林问禅的活动啊，请了很多国际知名的宗教学者啊、佛教学者啊、各方面的学者啊、历史学者去做演讲啊。少林寺其实也做了很多文化的工作啊，他出了很多啊。那么最后啊，那么我觉得少林寺其实做了很多啊，我跟他做了几次的访谈啊，有的是跟朋友一起的啊，跟基泽教授他们一起去做的，非常有意思啊。现在呢，有些东西还不能完全公开啊。那么这个不能公开，不仅是对他的访谈，其实有很多长老的访谈呢，现在有些不能，现在还不能公开啊。但是呢，对我们理解现代佛教有很重要的意义啊。那么如果从结语来看呢，我想借助于朱光潜先生呢，他用弘一大师的话，其实弘一大师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其实就是现代的人间佛教啊。我们现在对人间佛教一个最大的误解，就是认为人间佛教就是做现代事业、做人生的事业，人间佛教没有出世的精神，实际上恰恰相反。佛陀的教法最核心的精神是什么？就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就是你做入世事业的时候，比如说做慈善，比如说慈济功德会，做慈善不求回报，不求回报就是出世的精神。所以呢，这个为救济众生，他正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入世的事业可以指很多方面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啊。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我想用现代佛教的现代人间佛教的现代条辞啊，最重要的一句话，我觉得就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啊。谢谢各位，今天就到这里，请各位指正。好，谢谢我们何教授精彩的讲演啊，也时间控制的非常好。我想何教授对于两岸四地许多推动人间佛教的道场进行了采访啊，因此他对两岸四地的这个佛教道场就有那种亲近性啊、熟悉感的经验。所以我们在听他这个讲述各道场推动人间佛教的情况的时候，以及他们的推动内容的时候，何教授能够信手拈来、侃侃而谈，好像在讲故事一样，让我们听的时候不疲惫。我想何教授做了很多访谈，有许多的填调资料、那么也亲自听闻了许多长老啊，或是信徒的想法，这些资料其实是弥足珍贵、今天的演讲过程里对于人间佛教现代调适的见解，我想这个何教授就是透过这样子的这一些材料，可以就给我们那一种听起来就是有一种法喜充满的感觉。那因为时间的限制，有太多的内容没有办法继续演绎，在 何教授的肚子里面其实很多东西的。那现在就如同我刚才前面所讲的，现在正在进行的事情
其实也正是我们最为关心的事情，但是问题又很复杂，要参考的资料文献又很多，所以我们做研究的都知道，越接近近代的文献资料就越庞杂，所以对于现代性的问题又涉及到所谓的对于现代佛教问题或者所谓的现代的这个社会问题，又涉及到现在学界所谓的现代性的问题，一谈到现代性那就更为复杂了，又要涉及到医科医学、科技、环保伦理道德等等，乃至有现代性也有所谓的后现代。那么最后 我个人认为刚才何教授谈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人间佛教的研究目前已经又走到一个瓶颈了，我们应该有所突破，比如如何在更加走向前沿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的确也是，我现在在这个人间佛教研究中心这里，我们在谈人间佛教以及在做人间佛教的研究，觉得已经走了一个阶段了，尤其学者在看这一些人间佛教的问题，应该要有一个新的视野、新的眼光。以前应该是各自的发展，像何教授在谈的，各自这样的所谓的各自蓬勃发展，这个彼此互相争艳，或是说彼此互相的百家争鸣，那各自的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我们怎样再回过头去整体的去看待整个人间佛教这百年来的一个问题。所以何教授他自己每次去看访谈老信徒老法师，我想他每次都应该有新的想法。所以今天人间佛教的这个样的一个推动，我想还是今天透过何教授的演讲，我觉得我们又有新的一个思考点了。好，那么因为我们现在还有时间的限制，所以还有20分钟，我们现在就到了问答环节，我们就请何教授来回答我们现在网页上的我们观众所提问的问题。可能问题会不少，你可以挑着回答。麦克风没有开，何教授，你那个麦克风没有开。第一个就是如何看待台湾慈济功能会在全球56年里所走的路，人间佛教之间的联系是如何？首先，我要说明的就是说，就是我今天所讲的人间佛教这个词，我们不要去狭隘的去理解，反正就是说，某一个人讲的就叫人间佛教。其实佛陀的教法就是人间佛教，就是弘法立身，要么弘法要么立身，要么弘法又立身，都叫人间佛教。只要是你以佛教的名义或者佛教徒的身份去做，都可以称之为人间佛教。那么人间佛教另外一个就是也是我刚才最后所讲的，就是说你要有一种出世的精神来做入世的事业。那么慈济功德会，我们讲就是说这个问题不能叫慈济功德会在全球56年里所走的路，应该说慈济慈善基金会因为功德会它就是在台湾它主要是在台湾它就是在净世净社这一块的，在台湾有些它主要是通过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它主要是做公益慈善事业做文化教育事业公益慈善事业，而且这个基金会它还参与基金会的不仅仅是佛教徒它有各个教徒这个不用我去解释了这何日升老师这个慈济的有很多的这个他们自己的这个作品里面都讲得很清楚的。那我认为他所走的这条路我是非常赞赏的，我觉得中国的佛教或者是汉传佛教包括台湾佛教，我觉得要贡献于人类贡献于当代世界，应该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儿子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的那个也有他那个大学也有这个慈济的这个机构慈济的分支机构我儿子开始参加了一档那个基督教会的活动，因为他在去美国之前在北京的海淀教堂做了7年的这个义工所以他对基督教有些了解，但是他刚开始去美国的时候参加了基督教的一些活动，因为是基督教会当时的华人基督教会帮助了他，但是后来他离开了，他后来就参加了慈济在这个俄亥俄的
这个分支机构的活动啊。其实他跟我们讲说主要就是去帮助救济一些这个，比如说有一些餐馆啊，有一些这个食品机构啊，有一些这个商店啊，捐赠一些食物啊，一些物资啊，去发放一些救济一些贫困的，他需要有一些人去参与。我儿子就是参与了，他说很有意思，这件事情很有意思，不是老是待在那个教堂里面老是听别人在讲经，他说我可以直接参与都有意思的，而不是去听，因为这个现在的年轻人啊，什么东西都能看得懂。我在国外的时候，有时候我也跟在何瑞生老师的帮助之下，我也跟这个慈济也在国外的这个组织也曾经联络过，我觉得他们其实都是蛮不容易的，就是说做出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且慈济功能会在海外的，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团体，就是年纪比较大的，都是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这个群体，这个很感动人的。为什么？因为年纪轻的他没有机没有时间，他有工作忙啊什么之类的，他要学习啊，要工作啊。那么这些退休大多都是很退休的。现在我们到台湾的这个近视近省那边去，你也可以发现很多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但是这年纪比较大的做这些事情呢都很欢喜，而且他们自己都是穿戴整整齐齐的，行止行为整整齐齐的，而且都是排着队，你可很难想象。而且我做过很多访谈，尤其是竹筒岁月时期的有好几位啊，我记得前几年访谈他们说都九十多岁了，何日生老师安排我去做了好几个访谈，我觉得他们跟我讲起来说哎呀眉飞色舞的那种高兴的心情，我觉得就是说他参加这个活动，它不仅仅是一个奉献，它更重要的是一种是人生得到的快乐，越老越快乐，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千金难买快乐，我觉得这就是大概应该是慈济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不要去说，哎，它到底救济了多少人，它叫到底做了多少人？坦率的说，任何一个基金会，任何一个慈善组织都是有限度的。但是关键问题是做的人，他是不是得到合意了啊？他是不是得到了益处啊？我觉得这点是可能是更重要的。另外比如说西藏那边呢，是不是有弘扬人间佛教，这个我在西藏那边呢，我是希望，因为有几位活佛法师啊，活佛啊，这个喇嘛跟我学习过啊，有的正在学习过，我其实蛮向他提倡，我没有说要提倡人间佛教，我是提倡跟他们提倡要提倡这个菩萨道啊，因为西藏是汉传佛教，它不是，它是北传佛教，它跟汉传佛教是一样的，都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最重要的精神就是菩萨道啊。那实际上，太虚大师到今天汉地的海峡两岸四地的所谓的人间佛教，其实就是以大乘佛教为中心的菩萨道精神，就是利他，以利他为主的啊那个菩萨道的精神。这我相信藏传佛教其实是可以开展的。是不是叫人间佛教，我觉得这个没有，这个名词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不能够积极的去参与社会的这个工作。我们现在很多对藏传佛教的印象就是说他们修行很好啊，他们背诵经典很好，他们念佛很好，他们念经很好，就是他们具体的在社会上去弘法利生怎么样，这个恰恰好像是我们需要有所期待。那么还有一个叫如何把台湾的弘法模式在大陆生根发芽啊，坦率的说，我以前也很期待这个台湾的模式在大陆能够借鉴能够移植，但是现在看来的话比较非常困难，但是呢可以像净慧长老一样的生活禅，大家知道这个生活禅其实是非常具有创造性的，它实际上是综合了这个虚云长老的这个禅宗的这个修行的禅堂制啊，另外一个又继承了太虚大师人间佛教的传统，同时又结合了台湾以福光山村为代表的大学生夏令营的这个模式，它实际上是一个综合体。那么他后来到了四座寺，到了湖北以后，还有很多的这个禅文化夏令营之类的，那么就更进一步的拓展开来。其实整体上还没有，实际上仍然还是生活禅这样一个模式。这其实就是说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有政治智慧，在大陆做这些事情都要有政治智慧，宗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但是呢，但是大陆毕竟在宪法上是要保证宗教的信仰自由的，而且有宗教政策，我们仍然还可以有一些
空间可以去做，尤其是出家的和在家的居士是还是有机会去发挥政治智慧的。在这一点上我还是蛮期待的，希望有人能继承净慧长老的这个传承，能够在赵国老和净慧长老的政治智慧的基础之上啊，能够适应当代有新的调试。刚才这个郑煌老师呢提到的就是说人间佛教的研究到了一个瓶颈啊。实际上我现在老在提现代佛教中国佛教的现代形态，其实就是在调整，其实就是说用一个现代佛教的这个概念来取代人间佛教的这个概念，也就是我把近百年的佛教定义为一个现代佛教，中国佛教的现代形态。我希望大家要慢慢的会有所期待，因为我在做方这些年我的主要工作是做这一个啊，从理论上、从历史上、从实践上啊，会有一个这个会有一些跟大家的交代啊，若干年之内会跟大家有一个交代，有一个整体的交代。希望大家能够多跟我提提意见、提提批评啊，提供帮助。抖音这个佛学传播是目前的传播形态，我觉得在大陆这个是有很多的难度的，现在的这个网络受到很大的限制，3月1号以后有受到很多的限制啊，这个我觉得比较困难啊，因为反正现在你把网络打开以后，反正很多其实很多正面的甚至造不出的一些活动的东西都点不开了啊，不用说各个道场的，有一些刚才的那个普成新他参加这个生活禅夏令营的那个访谈放在网上面的，现在没有声音了，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能够有这个图像就已经很不错了。那么这一个的话我很缺乏这个智慧， 我希望在座的和这个佛教界居士界有更多人有政治智慧。另外一个就是说比如说佛光山的选拔人才接班人的这些事情，我个人觉得现在慈济和佛光山现在很多人啊，因为包括我最近呢跟很多朋友的交流，很多人都觉得都成了问题，我个人我觉得不成问题。我觉得你比如说这个法鼓山现在用的过渡的还比较顺利，这个现在的这个方丈4年前我们曾经有一个很深入的交流，那个时候他是在文理学院当佛教系主任，我们交流的很好，没想到他第二年就当了方丈了。那时候我们谈了很多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另外一个在4年前我在慈济在佛光山呢，我跟他们也做了很多的交流啊，也很多的了解，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外面的人对他们本身不是太了解，其实他们都很早对接班人的问题，对这个道场未来的发展问题，尤其是人事组织管理的问题都有安排，而且都已经不是1年2年不是5年10年了，其实已经很久了都有安排，而且呢已经有我觉得还是比较成功的。我相信这个，因为人总是只要是人活着的佛他也有一个寿命的问题，我们当然很希望他们都能够100岁200岁的，但现实中是很难的，但是我觉得大家不用去担心这个事情，因为佛光山他非常强调制度管理，现在慈济也非常强调制度的问题，因为如果我相信这个制度是最重要的。我们今天来看当现代世界各国的各个国家，其实最核心的问题不是谁当最高领导人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啊，而是体制的问题。所以制度，所以佛光山一再强调集体创作啊，制度管理，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他们并不缺人才，可以说人才真的是很多的啊，随便一我就是说能够当总方丈的，那我相信至少有好几十个人都可以，都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大家不用去担心。我真的我跟他们了解了以后我一点都不担心，慈济我觉得也不用担心，因为它是一个居士和就是说和教坛一个相结合的一个组织，功德会是一个生态，现在的这个年轻一辈的现在是50多岁的40多岁的已经有好几位都非常优秀，只不过就是说大家可能太过于不太关注他们，你跟他打打交道的话就会知道的，这需要有很多的这个田野的工作，你要深入去了解他们。
还有一些政治智慧的问题，我觉得荣宪法师，我第一次跟他接触，我就觉得他是特别有政治智慧的一个人啊。他跟我同岁啊，而且呢，我八一年上大学，他八一年出家当和尚。我们当时啊，这个聊的，我有几次我们聊的还蛮深入的，但是平时我们交流并不多，但是聊得很深入，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坦诚的人啊。所以呢，每一次在网上有很多攻击少林寺，我其实都是不会相信的。但是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啊，都后来都澄清了。比如说他实际上他是商业化吗？其实他是被商业化。他这个人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对钱有兴趣。这个就是说你要跟他接触，而且他待人接物还是很有一套的啊。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现气里气机精神的一个现代高僧啊。我个人觉得虽然我的很多朋友啊，对我很好的一些，包括台湾的呀，一些学者啊，对他不一定很满意，但是我觉得他们主要还是对他不了解，对荣宪法师不了解啊。我觉得你要是了解他的话，你可能都会对他对少林寺会有一些新的理解，尤其现在的少林寺所做的很多的工作，他在世界各地成立了这么多的几十家的这个少林文化中心，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这是一个新的完全创新的模式。是佛光山慈济都没有做过的事情啊。那么他这个政治智慧怎么去体现？坦率的说，我不能，有一些他跟我讲的，我不能告诉你啊。有些是我从他身上看到的，我也不好说啊，因为这种东西啊是，有的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有的永远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啊。这个是没有办法，就相当于你要问。这个净慧长老他的徒弟怎么去理解净慧长老的政治智慧一样的，那如果都很明白的都知道的话，那净慧长老所有徒弟不都有政治智慧了吗？对吧？那跟净慧长老打个交道的人不都有政治智慧？那么现在佛教都可以处得很好吗？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政治智慧这个事情呢，就智慧这个层面的东西，有时候真的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你要在他的实践，在他的行动中体现，才能看得出来。他就处理每一个问题，比如他办每一个学术会议，他办每一个活动，他处理，比如说我让他谈一个什么问题的时候，他怎么去表达啊，这是都是有智慧的。我个人觉得他真的是很有政治智慧的，就是我接触到的当代大陆的僧人里面，我觉得最有政治智慧的两位，一个就是净慧长老，一个就是荣宪法师，这是我个人的切身体会。我没有，我这个不在乎吹捧他们，有可能他们以后会怎么样，那我不知道。但是至少到现在为止，我对他们还是比较信任的啊。龙泉寺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啊，因为只要是听过我课的学生啊，尤其是我的研究生的话，一定会记得我一二十年前我就不允许我的学生去龙泉寺。我去过一次龙泉寺，我就不想去第二次。这个不是我现在马后炮啊。另外一个是四年前，学生法师出事的时候，七月一号啊，我们六月底在明月法师在河北啊，我们开了一个现代佛教的会议。会议完了以后，在七月初。我陪吉泽教授和他的一个博士生，他的一个博士生研究少林寺，我们去了少林寺。我们当时在跟荣宪法师就谈到了啊，我都是问他这个龙泉寺和学成法师的事儿。当时我们其实坦率的说，我敢肯定的讲，因循所见略同。那是七月初，大家知道真正出事是七月下旬啊，是七月下旬。也就是说大概半个月以后事儿就公开化了，就闹大了。那实际上是完全跟我们想法是一模一样的。啊、那么当时呢，这个有好几个国内的报纸、啊、因为我那时候在美国送我儿子去留学，那么通过微信跟我联络，希望我能够写几句话，坦率的时候都被我拒绝了。因为这是首先是教界的事情。而且呢，这个刚刚发生，我没有这个。实际上，我也可以透露，在十几年前，
我们国内有很有名的杂志，一个很有名的出版社办了一个很有名的杂志，在企业界非常有名的一个杂志，有专门的杂志来批评少林寺和鲁迅法师，要给我做访谈，要我写文章，我跟他们都谈下之后，那个时候我跟鲁迅法师没有多少密切的交流，其实只见过一次，但是都被我驳回去了。那么后来的结果可以证明这一点，我在这里这样讲的话，其实我是觉得我们不管是学者也好，还是信徒也好，我们只是一个研究者，我们对已有的佛教，就是现成的佛教，我们要有一个护持、爱护、保护的心态，而不是一个要弄死他啊，要把他怎么样，要打倒他，要否定他怎么样，我们做不到，而且也没有必要，也不是我们的事儿。我们要更多的去了解他，如果我们怀疑他有问题，我们要去了解他，这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呢，我们是当代佛教的研究者，我们不可能通过我们的不喜欢、我们的批判能够把他们改变，是改变不了的，他仍然按照他们的路子去走，我们只是一个研究者而已。所以我们一定要摆正我们的心态，这才是可能是最重要的。我不知道我这样解释是不是能够满足大家的要求啊？我觉得这一点上是我一直就是这么，我这些年一直就这么想。我虽然有时候也喜欢指指点点的，那是因为道场有时候要我说几句话，我说我很冒昧，但是呢，你可以不听，对吧？你把我说的当放屁都没问题的，因为我只是个学者，你别给我看到一个好像我是你的领导一样的，我不是领导啊，我也没有资格去指导你，我只是谈我个人的想法，仅仅是我个人的想法，不代表任何人。所以仅此而已。我希望我们的佛教，我们的佛教文化得到弘扬传播，走向世界啊！我也希望我们的现代佛教学术啊，我们的佛教史，我们的佛教研究啊，也能够不断的有新的成绩，能够真正的跟国际学者进行交流啊，能够使中国的佛学研究走向世界，这是我们所衷心希望的啊！谢谢各位。谢谢我那个，因为对何老师时间掌握的非常好，因为剩一分钟哈，非常感谢。那今天这一场演讲，非常感谢何教授来跟我们担任主讲嘉宾哈，让我们受益匪浅。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大家就会误解人间佛教常常在谈的是说，人间佛教是不是人天秤而已？因为谈到这个人啊，这个人间。所以是否会走向人本主义的这个窠臼里面去？我想这个也是早期还是有一些人这样误解，渐渐在弘传人间佛教，尤其一些信念的传播，大家对于人间佛教比较不会那么狭隘去看待了。大家就知道人间佛教的主旨是站在人道而去行菩萨道了，如同刚才何教授所提到的菩萨学处，是以站在人道而行菩萨道，乃至于趋近佛道了。因此人间佛教其实是特别强调这个菩萨学处的，要发菩提心的。那么刚才何教授也提到佛光山的集体创作制度领导，非佛不作，为法所依啊，这是也其实也很某种程度上是回归佛陀本怀。这个其实我们在佛教管理的这个课程这个研究上，课堂上我们也一直采用大师的这个所谓的集体创作制度领导，非佛不作，为法所依。而在这样一个层次方面呢，这个刚才何教授也说，其实本来我们原始佛教的生产本来就是集体创作的，好比星云大师一直也在强调说，我就是众中之一位，所以本来我们都是所有都是一个集体的，要集体创作。那么最后我再谈一下，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看待人间佛教。那我们都知道佛法讲求气理气机，从太虚大师来一直在谈，应顺导师也在谈。那么这个所谓的气理气机，当然就星云大师他有提过一句话，就是说只要对人类有益处的，他的福祉有所增进的，只要能够饶益众生，对社会国家有贡献的，那个这个就是人间佛教。我想从这样的一个说法来看的话，应该是符合我们传统佛教有益于这个走到现代的社会来讲，有益于现代社会的一个说法吧。我想每一个推动或是说奉行人间佛教的行者，应该是不可推卸的责任了。
好，那么我刚才做一点补充，就是关于人菩萨学处的这个问题哦，金菩萨学处的问题。那最后我知道何教授你还没有再要再补充几句话。也没有了。谢谢大家积极参与了，感恩大家。希望以后多得各位参与者的支持、帮助、批评。是，今天学术是大家的，没有人能够掌握学术的这个权威啊。大家都来共同推进现代佛教的研究，推动现代佛教不断的走向深入啊，更气力气机，也不断的走向世界。谢谢各位。是的，感恩我们今天何教授给我们精彩的讲演。好，那我们今天这个演讲就到此结束，我们也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中心同仁。好，何教授，谢谢你啊，阿弥陀佛。好，谢谢啊。好，现在预告27、28日连续两晚的法界缘起、量子力学与金刚经的讲座，由台湾中山大学物理系荣誉退休教授蒋志纯教授演讲的。那五月份开始，有一系列的人间佛教管理的专题讲座，包括中国汉传佛教寺庙管理类型与问题分析分别，佛教寺产与中国社会构建企业家精神，探索宗教的影响机制，当代佛教组织管理中的蓝海策略，以佛光山教团和法身寺教团为例，欢迎大家到时继续参与。那今晚感谢何敬明教授精彩丰富的演讲，谢谢陈教授的主持和观众热烈的参与。那讲座就此圆满，多谢大家，祝各位身心康泰，再见。